昨天讲的这个要舍弃现实五欲哈，有19个学处。本文只录了4个，第一个是远离家乡啊，昨天讲完了。今天讲远离亲属，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与亲属断绝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若于人世往返修愿力，就是断绝亲属关系的表现。若于人世往返图诸权，就是陷在贪嗔的泥沼中的表现。啊，泥沼啊，贪嗔的泥沼。若知世间的一切欲事都说错乱的，就是厌离的表现。若知一切为地时，就是善行溜脱的表现。善行溜脱，而且溜着了，还没有了。必须指出，断绝亲属关系是需要的，但同时需要不放弃一切友情而修悲心。啊，就是我以前讲的啊，这个要慈而不贪，不修慈悲心，但是不是需要你修贪求心、贪爱心，就是要断除这个贪爱，主要是我们需要断绝身财的庸俗关系，而不是需要断绝给友情做利益的崇高事业的关系。如果不这么做，那佛法是绝对修不成的。啊，你对某部分人，如果所谓的慈悲的话，那不是慈悲啊，慈悲是这是应该是对所有的众生。你只对某一部分人有慈悲，那个是一种贪爱，因为你有排他心。啊，某一部分众生那个慈悲的就是不真实，至少也不真实啊，就是至少也夹杂了贪爱心在里面，可能也有慈悲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呢，这个慈悲呢是不纯粹的慈悲心，肯定是掺杂了贪爱心在里面的慈悲，所以说这种慈悲心呢就是不平等的啊，肯定是不平等，因为有贪爱有不贪爱的啊，那么所以说这个慈悲心就是不平等，这样修是绝对修不成的啊，所以说你看。菩提心不好修的哈，这个平等心就很难修的啊，这平等心不好修啊，然后舍弃贪爱啊，然后那个修平等。最初要离开亲属去出家的时候，如果能乞白父母等等而得到他们的允许，那是很好的，但如果他们毕竟免不了恐怖绝望和暴躁等等，那么不管怎样自己也不能够退失勇气，是吧？这个说的很重要啊，就是如果他们恐怖、绝望、暴躁，那么呢也不能够推失勇气。从世尊起，直到现在，一切修佛法的人，不管亲属们是怎样的流着眼泪，都是毅然气走的。这好像存在很大的因缘一样啊！你看，他从世尊到现在都是这样子的哈。一切修佛法的人，不管亲属们是怎么流着眼泪，都是毅然气走的。啊，所以说呢，如果你自己觉得还放不下父母呢，只能说你自己的情执没断啊，你自己没有断啊。其实父母可能会流眼泪哈，这也就是流2-3天了，过去了就没了啊。就是你看家里人死了，也就是流2天眼泪了，他不可能流一辈子眼泪，你也不是去死嘛啊，就是说。他要哭也就哭一两次就好了，小像小孩子似的哈，啊，遇到不高兴的事总得哭一两次嘛，这很正常。哭完了就好了哈，哭完了他就放下了。迦叶仁波切说，亲属们的热爱是迫切地鼓励你进求现世的五欲圆满。他们于此地追求现世的五欲，希望别人也追求，结果是为了贪求五欲的利益而归于损害。我们必须为求解脱而用舍弃现世的办法努力修甚深的道，为利益他们而以他们远离，去到极尽处珍惜的精进的修行，要割断他们的这个贪爱啊，因为他那种贪爱像软刀子一样的哈，像毒药一样的，就让你无法割舍。因为我们刚开始要去修行的时候，毕竟我们还是凡夫，是吧？如果是对吧，你已经修成了也就无所谓了啊，就可以度他。
正理自在说，无欲是仇敌的中间，就是仇敌当中最厉害的敌人叫中间啊。亲属如紧缚的绳索啊，亲属是绳索，希望伟大像魔鬼入体，显要感不要太大了。伽马吧，揭却巴说，在家乡上面容易动贪嗔，有怨离心的男子汉应该积极的跑出来，在亲属上面容易生忧恼，想修佛法的男子汉应该淡泊情面啊，不要太多的情面，讲人情啊，在财务上面容易生得失，有厌患心的男子汉应该毅然舍弃，在甘美饮食的上面容易起贪欲，有决断的男子汉应该淡然举行。对这没有知足永不满意的亲属，肯去江户将会渐渐的多起来，多起来好吗？不好，越多越有忧恼，所以最好能斩断亲属的关系，这是心腹话，应该不握在心里啊。这是一种形式上，就是斩断亲属的关系哈。事实上就是你要割舍心中的贪爱，对亲人的这种贪爱是很强烈的啊，凡夫这个最强烈的这种贪爱心，那情执啊，简单讲就是情执。男人一般说年轻的时候对老婆的情执最深，女人是对儿女的情执最深，当然还有对父母的情执啊，对兄弟的情执，还有小时候朋友的情执都有啊，就这样衍生出来，还有对师长啊，都会有情执的。巴热瓦说，在亲属间，尽管亲属关系是相等的，但是对于富有的就花言巧语，奴颜卑膝的奉承，对于贫穷的就视为穷鬼而加以鄙薄。在五浊恶世，人们只知道趋炎附势，要求一个正直的亲属是很难的。正直的亲属是很难的。中国的贪官80-90%都是被亲属给逼出来的。真的，贪官啊，其实很多的当官的人他自己不要那么多钱，他那么多钱干嘛？是吧？他有车有房，什么都有，国家都给他配好了，吃的也是山珍海味，天天国家都拨钱给他吃。啊，吃的用的花的什么都有，他要钱干嘛？就是给亲属用，去亲戚朋友逼着他去贪很多很多的钱。第三，抛弃眷属，如果像远离亲属一样，对于眷属和弟子等贪着也应该断除啊。眷属和弟子啊，陆行人说，若贪诸有亲，毕竟仗真理，异化怨离心，最后起忧恼，专心对眷属，无意度此生。刹那惭亲爱，细欲有成仇，意欲令人愤，难令凡夫悦。余憎可喜处，自意无利益。彼等不受于愤故，诸恶趋。我若依赖他，终为归失败。总归一言尽，彼既无益我，我亦无益彼，故应离凡愚。技法进行说，和那些像仇人一样的渔夫同行同住是很痛苦的，最好是不闻不见不依赖那些渔夫。法王子说，过去诸佛没有调伏得了大力的菩萨，也调伏不了的那些友情，你若加以呵斥，他更憎恨；若加以称赞，他便骄傲；若比他高，他便嫉妒；若以他等，他便起骄足计较心。跟你要较量一下啊！若比他低劣，他便起我慢粗恶心；虽说顺法语，他也起贪嗔。像这样的凡愚众生，目前我们实在调伏不了，
起来调伏我们自己的心吧。虽然经上说佛法最主要就是利他，但那是说我们必须知道所化的根力、种性、习气、资粮和过去未来的实际，而且还要不贪嗔自己才能调伏他化。就是要有这个能力，不贪嗔自己哈，才能够调伏所化。如果还在追求自己的名啊、利啊、快乐呀、嗔欲啊，又没有神通去利他者，将等于无翼之鸟而想在空中去翱翔一样，成为利他不成、自利业失败的原因。就自己的解脱道修得怎么样了？如果自己的解脱道已经及格了吧，那就慢慢的就发菩提心，利益他众。但是也是要先利益那些有善根的人啊，慢慢的成为一个像我们这样僧团，然后形成一种力量，然后慢慢的去利益他。你一个人利益众生是很难的啊，你除非你是大菩萨哈，那自在像济公那样的。一般来说，我们都是要形成一个僧团，佛法僧三宝嘛，是吧？那你就可以这样利益众。个人的力量有限。所以说经上说讲法听法是受持圣教，但那是说作为一个格审，自己必须有出离心和戒力清净作为基础自己必须要有出离心和戒力清净作为基础，然后才能对心性耿直为求法义和具足智慧的弟子宣说三藏。什么样的弟子呢？他这里说了三个哈，是要心性耿直，就是心性诚实的人啊，诚直的人，真诚实然后为求法义，还要具足智慧的弟子宣说三藏如果为贪求现世的名利而摄受眷属，对那没有信心不求法义的人说法，又不讲究修持，正是发生贪嗔的原因。这种说法和听闻是为生死流转的绳索，是不是你看有些人他也是讲经说法呢，但是呢他这个就不是在真正的待人，他自己也不会修持没有信心啊，人家又不求法义的人，你跟他讲法说法又不讲究修持，讲了也不修，自己也不修，那这个求法的人也是不修法的，所以说没有意义所以说我们以后你们出去弘扬佛法的话，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不要去拉人来听法你有缘的真的来求法的你来给他讲法你拉着他听他不行不要太攀缘，但是也不是说跟人家一句话都不说不攀缘，不是说不理人家，这不是这个意思。来了你要善观他，让他说说了以后你要善意观察，如果他有善根你可以说一两句，少说，开始就少说话，不要啰里啰嗦的就跟他滔滔不绝的，像那个做广告的似的真求法的人他来了说一点点给他慢慢的来不要怕他跑了他真想求法的人一点一点教一点一点学，教多了他也消化不了。张巴加热说，若想快乐就得独居，因为独居没有这些担忧，吃的再多也不需跟谁分，再少也不需相互随，所以快乐动也好饿也好，因为只有一个人，所以都是快乐的。这个意见太真实了，现今一般出家人把苦乐置于财宝和物质之上，事实上呢，一个出家人需要借债的并不多，而人多了不需以借债的也是少有一个人出家就不需要借债但中国也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就是说什么所谓的借债出家人的衣食上是肯定不会借债的格西卡热巴说，贵莫贵于性境的眷属，
苦莫苦于坏人的首领。好，就是非常有信心啊，有恭敬心的眷属，这是很好的。坏人的首领更坏了，不要把持高官禄位而应以低劣的位置自处吧。又说心距离得很远，你教训他，他心里不舒服，自私心重，增长有漏，这样的眷属和佣人最好没有。我这个人的弟子是智慧和精进，他们对承办我所需要的一切利益毫无厌倦。这一个意思就是这时候眷属，这时候眷属就是弟子了哈，就是这样子，你们要注意。刚开始你们弘法的时候啊，如果这个信心不够的人，不要教训他，对吧？他说心距离得很远的人，这样的弟子，就是刚刚来的，他也对你没有什么信心，对你没有什么诚意，不要教训他，多给他布施布施，是吧？给点法布施，给点财布施，让他先学着。不要教训他，你教育他的话，他心里不舒服的他不舒服他就起烦恼起嗔心，他会在背后诽谤你的。自私心重你看这种人增长有漏的这样的眷属和佣人最好是没有，最好不要，不要把这样的人留在身边。你们以后要记住，这种喜欢溜须拍马的人，光说好话不干事的人这种人就最好就是让他离远一点。你要弘扬佛法，他就坏你的事情，是吧？巧言令色者，先疑人。这样子，就是说，做事情要实在，但是呢，你也不要因为师父说了巧言令色者先疑人，那我说话就是直来直去没有什么，所以就是一点都不会说话，也不圆融说话就是那个硬邦邦的跟那个木头一样，跟那个。也不行，是不是？首先我们要真诚，第二个呢，说话要调柔，爱语嘛，要有爱语。你没有爱语，说明你没有慈悲心。简单讲就是或者你自己的烦恼出众，就是对别人生不起慈悲心来，就当然就没有什么爱语哈。我正烦着呢，哪里有时间对你们说好听的话？哪里有时间？自己的情绪都还没照顾好，还照顾你的情绪？就是说一个会说爱语的人，他就任何时候他都会知道去照顾别人的感受就是他跟任何人交往的时候都是在感同身受的修这个自他交换，那这样的人就是很好摄受的。你要那个时候你要摄受众生就是这样子的，你摄受众生你首先要先修自他相换才能摄受这个众生，你否则的话你说话就是你是你我是我了，是吧？我才不管你的感受呢，我说完了就拉倒了，你还觉得自己挺有道理的咱们在一起共事在一起共事的话，别人跟你商量一个什么事情，就是你就硬邦邦的就回过去了那也许呢你说的在你的角度有一点在理的，但是站在别人的角度，别人就听了就觉得这个修行还是刚刚开始别人就知道你的水平了，是吧？修行还是层次太低。巴日瓦说，有财有势的时候呢，这些黑头人呢就听任差使。黑头人这些人叫黑头人不能做损做义的时候，虽用恩来江湖，他们也要背地里诋毁。那就是他们得不到利益的时候虽然你还是对他用恩来护持他但是他们还是背地里诋毁。五浊恶世要想得到眷属的好处是很难的，自己一个人的隐私谁也会有，两手是很难分离的弟子。诡诈的媚态我不需要，自己一个人的行动是最舒坦的了苦行的饮食无穷无尽，自己一个人的生活随处都可以看到，自己一个人的衣服怎么样也可以暖和，内在
猛烈的火的暖气又深又大，自己一个人的住处怎么样都好，没有主人的茅棚住得挺舒适，就头陀行了哈。这个对这个末法时代五浊恶世你要自己修行啊，有那么一段经历还是很重要。但我自己有将近十年这样的经历。就是自己一个人。从90年开始，虽然我在读书大学但是同学跟我没有来往，都把我当作怪人，老师也把我当作大仙就是父母呢更加不理解，反正你就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没有道友出家以后呢虽然剃度了吧但还好了，后来有上师，但是你毕竟不能常跟上师在一块，就基本上还是独来独往跟道友在一起的时候很少我觉得他们这个说实话就是修法不相应，烦恼很出众，跟他们在一块还不如一个人待着他们的烦恼太粗了，没人教。你们还是很幸运你们师父天天看着跟看小鸡似的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的，那要是在上师身边那是不会发生的，很多事情都不会发生，但是上师不在身边，我们都必须要自己，几个出家人住在山头上，那这个上师一天也没来过一天也没有看着我们，那就怪个顶了，讲两个开始了，就是不可能这样看着的就像你们自己如果你们都不跟着师父自己找个地方住是吧，那三五天就打起来了肯定会这样的。没有人想带着你学嘛你哪里会共住的起来共住不起来的。你看我在这里五年才慢慢的有一部分人能够这样共住在一块。刚开始都不行的，共住不起来的。没办法共住的。开头的刚来这里的这些人都不行，共住不起来。共住不起来就是。就我在那里天天看着都共住不起来。不行的，头一两年没有的，后来就慢慢的都走了也有好的，有些人他可能自己修行去了也不说都不好，他就是有一些习气嘛，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的，习气太重度就刚刚开始学，不像后来的第三年以后呢，这个道场里慢慢的形成一种道风了，有了道风以后呢，那新来的人呢他不一样，有一个加持力，他改变快，改变快他就有法喜，然后他那个心就感受的不一样所以说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到就僧团还是很重要，特别重要，如果有一个和合的僧团呢，那比你一个人修行那强得多，一个人很艰难的，像这样的一个人呢，你得有真的要有根基啊，对吧，苦行的饮食无穷无尽，说的那么好听，你一个人修修苦行，你试试看，找个山头给你住你住得了吗那下住了三天就吓跑了没有鬼都把自己都吓出毛病来了，自己一个人的生活随处都可以到是吧，你一个人你可以随便哪里都可以住吗你有这个根基一个人背个包哪里都可以住是吧路边码头住住看呵呵，那么简单，反正内在的猛烈的火的暖气又深又大，你看人家都可以修着火了这个火又深又大，你修得出来吗，你有法吗，是的，把你一个人真的变成乞丐了，那不是修行人了，那是真乞丐，那不是比丘不是这样的，没有法嘛，你没有法不行，没有法你苦都苦死了，你根本就不是修行，不相应的，就是不容易的。那你们呢有很幸运，那我今天听了一个法师介绍那个金溪湛然大师，天台中有名的一个大德。应该说天台教官在他的手上就是说
弘扬得很好啊。这位大德呢，他是怎么弘法的呢？他开始也是住在一个地方，那个时候地方多没人啊，就在这里搭个茅棚，然后呢，那就向他来求法，就在他附近也搭个茅棚啊，就像无名佛学院这样的，来防着来向他求法的人自己搭茅棚，自己种地啊，然后呢，怎么样问法呢？就是把问题写在那个竹签上。他白天就出去溜达溜达，那要把那个竹签呢，就站在门口，看见他来了，或者把竹签就放在门口，或者去想见他的人，去拿着竹签，交给他，然后他就根据那个竹签的问题给他们解答。或者人多了，就方圆十几里路都打满了茅棚，全是来向他问法的，向他求法的。就是各住各的，各睡各的，就是各修各的，互不来往，就是问法，只向他来求法，只向他来问法。我估计他也会把他们招在一块，跟他们讲开示啊，因为问题多了嘛，他就把他们啊，哪一天哈、啊，你们什么时候啊，通知一下，什么时候过来，我一起跟你们讲讲。平常的时候就各修各的，各吃各的，各睡各的，不来往。这样子修行，因为他修得好啊，名声也大啊，成就也大，所以说来求法的人多，真的很像我们现在的五蕴佛学院，也是这样搭茅棚。哎，过去的人他吃得了苦啊，他能搭茅棚啊，你能搭个茅棚给我看看？不容易的，第四，不说相似法。似是而非的说法、听闻和教念经等利他行为必须完全断除。众生依护啊，就是指这个大德了依护，说像我们这一般老修行人来说，穿一件破旧的不错的大氅是吧，提一串念佛珠，官房里的鸟的痕迹也很清楚，修行到这步田地去为决定没有好处的少年出家众说法，虽然这样做，但格西巴杰钦博士不赞成的。我也只是感觉到他们也许是疯了吧。他意思说，可能就是说法呢跟他们不相应啊。张巴贾热说，希望没有下种的秋实。那是饿死鬼，希望未到时机的利他，那是徒劳。啊，这个讲的就是刚才跟上面一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哈，就是时机未到啊，时机未到。所以说我也是跟你们说哈，你们自己好好修，特别是你们以后有机会弘法的时候，不要对他们那些刚来的人呢太过的这热情啊，好像恨不得一天就把他们都教会了哈，全部都倒给他们哈，这样子不行的。一点一点教一点，然后让他们自己去练去，就像我们练太极拳一样的，我只教你一个动作，你先把这个动作练得有点像样，我再教你后面的，或者不教。你一个动作都学不会，你还想都想学会，我不教你呢。先看熟了，然后再练一两个动作，练会了，你要用心的弟子，我就教你，你不用心不教，教了你没用，我累都累死了，最后白教的。你练了两天，高兴两天就跑了啊，时机未到，徒劳，那是徒劳啊，没有下种的秋实。你看你没有下过种啊，这个哪里来的果实呢？就是这样的师傅就像饿死鬼一样。这个师傅他说这样的师傅嘛，就是你要这样的去利他嘛，时机没到，就像前面说的像饿死鬼一样。佛陀瓦说，属先成熟自相续，初发业者应当做，利他为首，佛未许。心除利他无别想，身语却悟现前作。
这个是很重要哈，就是心处理它，无别想，你心里面要真正的完全的去修菩提心去理它。你正在山中打坐的时候，你也想着我要啊，为无边无际的众生，还有现世的父母啊，还有这么多人，众生都在苦海里面啊，在无明当中啊，你看那些触道的众生，完全都在无明的鱼池当中受苦难啊。你看到外面去走一圈，乌压压的啊，全是在造业啊，整个北京城啊，还有这个全中国啊，全世界，无数亿的人都在造业。他们都不知道来求解脱啊，那我们在修行，我们就是要修这个慈悲心，那然后去好好自己，那就促进你精进。你想到这些东西，你就睡觉都睡不着，吃饭都吃不好，应该去好好的去精进啊，不要为了一点点小事啊就计较啊，就烦恼啊。你想想这终身啊，需要我们这样的去修，就是你心里面要利他，心里面除了利他没有别的想法，你看没有别的想法啊，就是要发菩提心啊，心除利他无他想啊。但是呢，身语却勿现前做，你现在还没有那个能力去做他们啊，就是还是要在这个僧团当中好好的修，是修。你现在还没有那个能力到外面去，你看这外面的芸芸众生，你看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我们有什么办法是吧？没办法啊。但是呢，并不是说没有菩提心啊。前面刚才不是说吗，过去诸佛没有调伏得了，大力的菩萨也调伏不了的这些友情啊，你要是呵斥他们，他就憎恨你。对这种众生只有一件事情可做，就是布施，没别的事情可做。绰罗也说，这是一个他们西藏的大德啊。如果不知道自己就近的路线，成佛啊，就是修行的路线。任何地方推坐堪布，实际上这是一个没有工资的仆人。这个枯燥的空明是多么可怜啊！啊，你做这样的堪布，就像现在佛学院做法师。就是这样，自己也不懂啊，下面的人也是不懂，这样的就是啊，意义不大，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修啊，一个没有工资的仆人，这个枯燥的空明是多么可怜。杰热达巴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还没有得到不为八法外缘所动的坚固心，除了专门的调伏自己的相续，不能去做因为利他而结果既为利他又是自利的事情啊，这讲得很清楚，就是如果你在利他的时候呢，这个八法万缘呢啊，就是动摇了你的话，那就是没有利到他，还损害了自己啊。所以说你们呢，刚刚开始学利他的时候，就是在道场。因为僧团内部利他的话，因为大家毕竟境界都比较接近，那么等你的慢慢历练出来了，你才能出去利他一边修啊。这个利他呢，在僧团内部的利他呢是不一样的，那这个还是不一样啊。这样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金西湛然大师，他们大家虽然住在附近，都是各住各的茅棚，但是大家互相还是有个照应，是不是啊？那谁生病了，肯定是有人去帮助他啊，或者有些时候可能也会在一起探讨探讨，师父讲的什么开示啊，也偶尔会在一起谈一点点啊修行的这个觉受，还是有一点互相影响，但是不要影响太多啊，这样的话保持一个既独立又有一个互相好的影响，互相促进。这样是很好啊。佛陀当年组建僧团，他没有说你们都要像那个迦叶尊者一样自己去修头陀行，是不是啊？佛陀是不是这么教的？所以说佛陀也是告诉我们，僧团里面修行是进步快的。迦叶尊者是独自一个人修头陀的，
这佛陀不太赞同这样的修，但是因为他特别，他根基好啊，他喜欢这样修啊，示现头陀行，就是说代表呢佛陀的僧团里面有少数的人这样子修，大部分人就在僧团里面修，绝大部分人只有极个别的人呢，他是这样的根基特别独特的人啊。那迦摄尊者那是跟一般的弟子是不一样的啊，他禅宗的第一代祖师等于是啊。但是呢佛陀这么示现就告诉我，在僧团内部修还是很重要，还是最好的，这是肯定的，是吧？因为佛陀就是这么示现的啊，佛陀就这么示现的。我们一切都要以佛陀的传记为标准啊，你就看看佛陀的传记，祖师大德的传记，你就知道啊。刚才说的这个金锡湛然大师，他其实也成立了一个大的僧团，只不过是呢大家平常修行的时候就是说有一个独立的环境啊，然后呢大家尽量的不要去互相影响，去聊天啊，互相去打闲岔呀，还没有，就是大家这一点要记住啊，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一个人住一间房啊，那平常大家就要互相的，尽量的不要去影响别人。啊，你看一个有十三业的人，不要说菩提心，当他自己有困难的时候，尽量的自己解决，就是说自己有困难的时候，或者我自己有病啊，有点毛病的时候。哎呀，我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到道友的修行，是吧？我在咳嗽啊，或者我在干什么，我要去洗澡啊，我要去做什么，我首先想一想有没有道友会受到我的影响，是吧？或者我做一件什么事会不会影响到这个道场的名誉啊，或者会不会影响到师父啊，都要这样子做一个事情，首先就考虑到僧团啊，考虑到其他人，就像一个家庭里的一个人他做一件事情，他首先要考虑到家庭其他成员的感受，考虑别人的这个感受，那么这样的家庭就是和谐的啊，这样的僧团也是和谐的，否则的话你肯定会影响别人，你做什么都不想别人，就管自己做去，这样的人就是不行，是不是啊？这样的人就是自私自利的一个习气，是吧？没有这个养成这种去顾及他人的这种想法的人。当然你实在有困难，确实需要道友帮忙的时候，你可以也是给别人一个修福田呢或者修行的机会哈。但一般来说，就是自己的一些问题尽量自己解决，不要去使那种是大爷的习气，贵妃的习气哈，就喜欢使唤别人啊，你帮我干这个，你帮我干那个，一开口就是喜欢叫别人帮你做事情，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尽量自己做，这样的话这个僧团呢就会和谐。僧团呢它跟世间人不一样，世间人喜欢凑在一块啊，吃喝玩乐啊，修行人呢就是保持一点距离，但是呢有互相的促进，但是又不能太近了。俗人就是喜欢在一起吃啊，在一起喝啊，在一起聊啊，在一起睡啊，哎呀就是在一起嗨啊，这个那是俗人，我们道人就是时时要关照自己同时要去不影响别人，所以大家要保持一个自己独立的一个内在的心境，不是叫你去一个人现在就去住山头去，也不是这意思。就是僧团里面你们要记住以后到哪里去，你们自己以后也要摄受弟子啊，教他们修行啊，你要让一个僧团和谐，就是要培养一个道风，好的道风让他们之间尽量的独立。弟子之间嘛，他总有缘分好的，缘分不好的，这是肯定的。那缘分好的尽量让他们住一块，差一点的还是要分一分，就是说你自己要心要细，你才能慢慢的组建一个僧团。等大家的修行进步了，到时候他们慢慢的缘分不好的把它好起来，慢慢的融合起来。你不可能一开始就有些就上辈子就是冤亲债主你这见了面心情就不愉快。其实还是你自己，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去，你总是能够见到冤亲债主，你怎么说我怎么到哪都有冤亲债主找我麻烦这是你自己没修好。
你自己去排查，是不是这样？你看我们道场里大家都有目共睹的啊，你看道场里不说话的话就自己之间修行啊，有事就做事，没事就自己修行啊。所以有些人就自己的毛病事情多，就会影响别人。道场里有些时候有一点事情也是好事啊，就考验一下你。你看天天听法呀，天天听师父讲法，天天听得不亦乐乎的啊，生活中遇到一点事情，心量还是小了，就过不去了，就啊，就生烦恼了，你找师父了，啊，都是些那鸡毛蒜皮的事情啊，啊，自己要有点承担力啊。有一点这个逆境，正好这个安忍波罗蜜修修啊，多听。你要是觉得自己的安忍差，慈悲心不够，就是多听这方面的，多听，听着听着就好了，那业就消了啊。啊，安忍波罗蜜多听一听啊，劝发菩提心文多听听，嗯，啊，这就要多用功，多听法。我觉得还是要多闻思。闻思道量了，修自然就出来了，修道量自然就正道了嘛，就这么简单啊，就是没道量嘛，没道量你自然就没感觉，没力量，就是没力量的感觉，就像练功夫一样的，练武一样的，对吧？你没力量，一脚就给你踹飞了，没力量，嗯，不行，一点点逆境都不行，嗯，自己没力量，就是你自己闻思不够，就是闻思不够，没别的。闻思道量了，自然烦恼就没有了。积累到一定的时候，突然一天，这哎，烦恼一下就没有，哎，好像烟消云散了，自然就没有了。也不难嘛，修行就不难。你花的时间太少嘛，没别的嘛。只要你闻思道量，没有去不了的烦恼。闻思不道量啊，闻思不够啊，你们的闻思太不够了啊。